现在是晚上大概十一点半左右，有没有到十一点半？差不多了。哇，十一点半，像这么大个体的鱼啊，只有在十一点多钟啊，在深夜的里面啊，它才会出，知道吧？因为晚上安静，大鱼容易靠边。你们看一下这个体啊，老铁们看一下啊，你们看一下这个体啊，我看我是抱不起来的，我看我是抱不起来，我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个体，你们看多大？哇塞，我是抱不动。然后你们看一下，看这家伙，白天的个体，白天的个体确实没有这么大，看到没有？你看大鳍，看到没有？看大鳍，看兄弟们，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有这么大个体的，这个体太厉害了，兄弟们，太厉害了，看的皮毛太漂亮了。我们现在在大型的自然水域小红店，我们还在继续坚守更大个体的，好不好？然后希望老铁们给个双击，给关注，我们会给努力钓到更大个体的，行不行？家人们给个双击，给关注，谢谢你们，感谢你们。啊，这个也太牛逼了！啊，哎，要不要照个相？哎，太累了。啊，给你，好，放他走吧，好吧，放他走吧。哎，太给你了，走吧，好吧，放他回家，家人们。哎。哎，走了啊，回家吧。哎，回家拜拜，走吧，拜拜。